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会不会看到账号以为珠海怎么可能有雪山的，对吧？我现在不是在珠海，我现在是在云南的德清，这里是德清县，我身后这里就是很出名的梅里雪山了哈，藏人他们的神山，然后这个山终年都积雪的，它现在还是一个未登峰来的。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海拔3400，有些问会不会有高反，没有高反，然后现在的温度是11度，然后我今天晚上住的那个酒店刚好可以看到这座山，我这次来我就想拍一次日照金山，有时候真是很向往这种环境，这真的很舒服的，空气又好，然后如果有高反人可能有点难受，买那氧气桶吧，我看到好多人都拿那种氧气啊，这样子我就不需要了哈。